我哋真係一個中國人嚟噶嘛？你自己國歌你都唔唱好，你想唱咩國歌呢？你唱人哋嗰只係咪先？你尊重國家就等於尊重你自己，你不尊重你的國歌，不尊重你的國家，你即是不尊重你自己。我想有些人呢，他是喜歡反叛，他或者覺得這樣挺有型，總之我就是跟你不一樣。但都再講多一次，怎樣不一樣，你照下鏡，你是中國人，你真是一個中國人。你要知道自己的根本，你是中國人，你要唱國歌，為什麼你要去做一些不尊重或者很特別的行為去抗議呢？我不知道這些是什麼心態，不過我想告訴大家，尊重自己的身份，尊重自己是一個中國人，你要感恩這件事。